咋的了？看一眼，看一眼，这些衣服我都不要了啊！你看你哪个能穿，赶紧拿去穿啊！来，这个，对，哎呀，这色儿不好看，可以撇了。这我的妈！这个看见了吗？吊牌还没摘呢。不行，这都可以啊。二米啊，这我塞不进去啊，这个使劲塞呗。哎呀，我说二米粒儿啊，这好衣服就扔了，多白瞎呀！我看我能穿不？妈，你当脖套还差不多。哎呀，二米粒儿啊，不是妈说你啊，你说你这孩子前两天买了几套衣服，这立马就喜新厌旧了。对啊，我不稀罕，不稀罕就扔啊，这钱那么容易挣吗？你攒俩钱行不？留着挣用行不？行，你有俩钱你就嘚瑟，你真是你让我生气，你知道不？你说这么好衣服说扔就扔啊，这呀，谁家过日子都有啥呀？是啊，妈。哎呀，你听我，你妈我年轻时候啊，那一件衣服穿好几年呢，那是新三年，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害三年。老大穿完老二穿，老二穿完老三穿，老三穿完老大穿，老大穿完停，怎么又穿回去了呢？不，妈不那个改一个超短裙儿吗？对呀，我给你大姐改个超短裙儿，那还穿好几年呢。对啊，你说挣钱容易吗？这钱是大风刮来的。是是是啊，你就听妈话吧，这么好衣服能将就穿就穿吧。哎呀妈，行了，我的天呀，咋的了？我实在太磨叽了你。哎呀，我那个老大老三，你俩顶上，我歇会儿。不是，我二米粒，你跟妈来这套是吧？你跟妈来这套对吧？小米粒。你这大学毕业了也不好好找个工作啊，成天晃晃的像个眼前花似的，你干啥玩意儿呢？你啊，我这不准备考研呢吗？啥玩意儿？你考研呐？啊，哎呦我妈，就他还考研？我看你是研究头发整啥色儿，再整个什么脸儿啊，买件什么样的衣服再露肚脐眼儿吧。啊，你说你好，挺大的丫头，你说你让我生气不啊？生气不？妈，人家那叫时尚，懂啥呀？啥时尚啊？啊，你瞅那衣服大窟窿小眼的，不开线都整开线了，扯稀巴烂，穿身上还脚挺好看，你说这玩意儿多好看？好看你自己看吧，瞅瞅袜子还整的钉，哎呦我的妈呀，也不怕扎着谁，你瞅你那穿，别给我俩臭美。我说小米粒，我看你吃一个啊，昨天买那么大一包小食品，吃就剩这几袋了啊，让你吃点饭吧，这个不好吃那个不好吃，挑肥拣瘦啊，吃这玩意儿啊，一个顶十个，这啥好玩意儿啊，不是色素就是添加剂，能对身体有好处吗？你给我站起来，瞅你瘦的那样都改了相片了，一出门大风嗖嗖下来，给你刮天上去了，当风筝放的。给了给了，妈，别别别，妈妈，来，看，破草帽子晒脸，还是我好吧？我长得跟小秤砣似的，底盘又低，我要上天，直升飞机得拽着。妈妈呢？你信不信我能把直升飞机拖冒烟了？大姐啊。咱妈刚歇口气，你还给起头啊？妈，你看，你看，起头咋的？哎，小米粒，你说这话是不愿意听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你愿意听我也得说，不愿意听我还得说。哎，我就是说，我爱听。瞅你那表情，那是爱听啊。妈妈，我有一条新的消息。看着没，看着没。低头族手机控，你说现在的孩子成天这手就离不开手机了，这睡觉拿着手机，走道拿着手机，上厕所拿着手机，吃饭拿着手机，坐车拿着手机。那天我说哎，给妈换双鞋垫，这家好，把手机塞鞋里了，自己拿鞋垫走了。妈，妈呀，我求求你了，能不能别磨叨我了，你也跟着受不了了，你也塞耳朵是吧？哎呦我的妈呀，这帮孩子气，还我大姑娘好，告诉你从来呀不顶嘴呀，嘴就停水了，不是没出去啊。妈夸你呢，妈夸你好呗，
刚子跟谁跑了？你这孩子咋的还学会打岔了呢？接电话呀，我接去吧。我接啊，你回来咋的？今儿咋的不对劲儿呢？你这孩子没这啥，这出点啥毛病了呢？我啊，我说老大呀，你耳朵也塞纸团是不是？是不是跟他们学的呀？不是他，哎呀，我明白了，你们都嫌我唠叨是不是？从现在开始我不唠叨了，我封嘴。哎，妈妈妈妈妈，走了。请报警车。哎呀，一直感觉我的世界安静了，让我享受一会儿。哎，一转。此时我想用一首歌来表达我此刻的心情。爱是谁帮咱们得解放，哎呀啦嘞嗦，是谁帮咱们翻了身，哎好好19998 97 96 95。那个大姐大姐大姐好，那个晚饭前能比上不？我俩先睡一觉啊。哎，你俩啥意思啊？从五开始呗。啊，对对，哎，从五啊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哎呀妈呀，没开始呢，开始。哎呀，哎。行了，你说你这俩孩子喵喵的像羊羔，笑啥呀？妈，我生病了。啊，妈，我也不得劲儿。听，刚才还好好的呢，这咋说病就病了呢？啊，哪儿不舒服啊？我哪儿都不舒服，我浑身上下我脑袋疼啊，我也哪儿都不得劲儿，我就觉得我的肚子里吧牙疼。妈呀，啊，完了，这是怪病啊。啊啊，又上医院不？对，我不 去。妈妈，我们不去。这咋又精神了呢？好了没好？没好赶紧上医院，别耽误事儿。哎，妈，我去不了医院了。妈，我也去不了医院了。妈，我腿疼，妈，我腿也不得劲儿，妈，我脖子盖往下拔凉拔凉的呀，妈，我脚趾盖往上也不暖和。哎呀妈呀，我活了这么大岁数，没听说这腿疼还传染，您俩咋还疼一块去了呢？妈看看，哎呀妈，这编的太不靠谱了吧，你俩。我说小米粒子，不是妈说你，那俗话说得好，不信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啊！妈让你多穿点吧，就不多穿，大冬天的也穿那个嘚溜裤，能不冷吗？我说二米粒子，妈也得说你两句啊！你一天事儿这么忙，东跑西颠的，妈说你换个平底鞋，嗨，你臭美呀，非穿着高跟鞋，你瞅那跟儿。比小文手指的粗不多，能擎住你这大坨子吗？啊，你呀，你这东拧它拧它，西拧它拧它，那脚后跟不疼才怪。行了，没啥大事儿，打盆热水洗洗脚就好了。洗，妈妈，我洗。啊，好，老大，啊，打盆热水去。哎，好好，来了。节日快乐呗，一点不快乐，一个没骗着。你说现在人都学奸了，以前过个愚人节吧，一骗能骗一圈，现在连王小跳我都骗不了。可不是吗？你说这么愉快的一个节日，你说不骗一个是不是浪费了？说也是啊，看来只能杀熟了。看我干啥呀？
杀我呀？咱俩也不熟啊，你还用杀呀？哎，我骗咱妈，那我骗咱爸呀？我骗咱大姐，那我骗大姐夫。可拉倒吧，就大姐夫那智商还用骗呢？这天天都过愚人节好吗？说的有道理，说的有道理。我就骗一个咱家最尖的，我老公。发了吗？发了，发了，发了，看效果啊！三、二、一，看效果！哎呀，兄弟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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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这泰国神医真这么灵吗？啊！免费减肥还管饭！哎呀妈呀，十天能减100斤，我现在140，减到100斤我就剩40斤了。哎呀！头的重量，哎呀妈呀，那最后我就剩一个头了，那我就是魔鬼身材了。哎呀妈，魔鬼身材！大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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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就减剩一个头40多斤，对呀，完你没事搁咱家屋里边飘着啊，那是魔鬼身材吗？那你不就是鬼吗？成功了！大姐，你干啥呀？是不是你干的？不是不是，哎呀！谁也别走啊，咱家吃大餐。爸啊，你干啥去啊？哎呀，刚才手机通知的，就是咱们那个房子这物业呀、原来1平米1.5，现在改成5毛了，人家都往回返钱去，我得把咱家钱领回来去。哎，妈妈妈，等会儿，那玩意儿能领多少钱呢？不少，说从3年以前往回领。妈妈啊，我们才住在这儿1年半，上哪儿来3年的钱呢？不是。开始算呢，上台吧，你要说啥呢？不是你一个保镖坐那儿合适吗？回到你的岗位上去。保镖怎么一点眼力劲没有啊？娜娜坐，点菜了吗？点菜了吗？点了，点的是2个人吃。那正好，服务员上菜吧。来，这是你们的比翼双飞烤鸡。来，你拿叉，你拿刀。哎，这怎么就一副刀叉呀？对呀、这是让你们合作着喂对方。哦，来了，我给你演示一下啊。哎，对，切，好，喂，哎，好吃吗？看懂了吗？行了，我看明白了。费那么大劲干嘛？来，娜娜吃鸡。大哥，我饱了。饱了是有点大。哎，这比翼双飞烤鸡就这一副刀叉是有什么讲究吗？当然有讲究，没什么讲究，就是今天半价，品质上可能有点缩水。我还第一次听说是从餐具上缩水的。对，好。接下来一份是饮料。先不用唱了，直接上就行啊。行，好麻烦。来，同甘共苦柳橙汁，请慢用。啊，这回还行，至少吸管给够了。那你的意思也是我们配合着喝呗？哎，对对对，来来来，我跟你配合，我跟你配合来。这保镖怎么这样呢？这挺好的柳橙汁都让你吹成啤酒了。娜娜，我上个洗手间啊。哎，好好好。哎，服务员啊，
这又比翼双飞的，又同甘共苦，是不是有人安排上了？哟，你可别问我，我这人嘴最严了。再说了，求婚这种事儿说出来就没意思了。哦，那你别说啊，我肯定能猜出来。我说你是不是疯了你啊？人家艾总自打进门你就在这一顿捣乱，你想干嘛？什么叫我想干嘛呀？点的都是情侣套餐，你跟他吃合适吗？不是，我说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儿啊？不是我小心眼儿，你看他长得就不像个好人，哪有好人长1.87米穿个藕荷色的大衬衣的？我告诉你啊，人家艾总跟我只是普通的生意伙伴。看他就来气。哦，我明白了。